每天上班都要面对电脑，拿什么来拯救我闪亮的双眼？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新买的神器了，贝茨 BA5021 护眼仪。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，或者也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华为智慧生活 APP 下载安装。打开华为智慧生活 APP， 然后长按护眼仪电源键开机，在手机扫描的设备列表中点击连接贝茨护眼仪 BA5021 就可以使用了。还可以在 APP 控制界面中点击各种模式图标，开启各种模式对应的功能，图标显示蓝色表示该模式已经开启。这里一共有五种模式可以切换，一般默认按摩时间是15分钟。现在享受一下智能的眼部按摩吧。哇，太舒服了，这种按摩方式简直还原了真人按摩手法，舒缓疲劳还有助眠的效果。哎，都困了，可是我想在睡着之前告诉你，让贝茨护眼仪帮助你缓解眼部疲劳吧。